心中的偶像或者是男伴应该是怎么样，具备什么样条件？我觉得身高不是问题耶。哦，身高不是问题，小董也可以吗？那菜头啊，小亮哥不要。人皆寻梦，梦里不分西东。樱桃树下老实话啊，今天为你访问到的是哈哈大众情人，也是学生情人，也是军中情人，就是刚刚头发非常飘逸的方继伟。那么一块儿现在看看呢，这个哈的一个小打扮，你看，方继伟，一个长发飘逸的大众情人，也是梦中情人，更是军中情人，反正他是情人中的情人。据说他有双重人格，今天咱们来听听他的老实话。方继伟，哎呀，你好。朋友大家好，哎呦，掌声鼓一下。哎呦我们这个樱桃树下访问这么多特别来宾啊，就他一位站起来给我们鞠躬，太有礼貌了。第一位呢这么大牌，来到节目当中还这么客气，这么谦虚的，只要那个树不要倒下来就好了。哦，那不，只要说老实话他是一样会倒的。我们知道了呢，你是我们大众情人，军中情人，你到底是什么星座的，好，可以告诉我。我是双鱼座。双鱼座的个性是怎么样？双鱼座的这个个性呢，天真活泼又美丽，善良纯真又大方。见我们的树大夫友善的，真的要太倒了。双鱼座这种的个性呢，就喜欢说谎话。没有，那为什么？因为他们很具有艺术的天分，他们容易创作。所以呢，方杰最早是擅长做美工的。哎，到后来呢，他还有一种很强烈的倾向。好可爱，还没讲完，树还没有上去啊。他还有一个强烈的自恋狂，经常呢会这个对自己呢在镜子里面呢非常的这个自恋。你有没有这个现象？不会啊，不会，只是我们家都有镜子，那我们公司桌子上有镜子。你还不会？因为我走路不是很好看，一边走路一边照镜子。不是，是走路不好看，所以我一定要照镜子。那你经常穿长裙也是因为怕走路的姿势不好看吗？对。啊，对呀，哦，这知道是老实话。哎，好，不管怎么说，那个方继伟，大家都觉得他是非常的这个健康的美，而且非常这个清新可人。那小董，一般来讲啊，方继伟应该很吸引你吧？哦，太吸引我了，就是当美人。你觉得他的哪个部分吸引你呢？而且他最吸引我呢，就是他那一对好大好大好大的眼睛啊。那是我个人是觉得说他这个眼睛也吸引我，我就不知道说呢，因为呢你这边有很多的歌迷啊，刚刚一出来他们就是很你叫我爱你，哎，那你觉得他们会多看你也吸引他们的地方是哪里的？我觉得，哎，你说呀，又自恋起来，你觉得哎，不要拍我的左脸，我找不出哪里，找不出哪里好，一缺点，你表示啊，找很缺点，一直大家多多看他演唱会，全部都很完美，完美无瑕疵，腿也是 O 的，绝对是个极品，就这样，极品，就是说这样子讲比较不会掉下来。大家以前认为自己哪个地方是最吸引人的，来，请看，来请。女孩子从你身边走过去，你会忍不住再看一眼的。我们方继伟是票选最高的一位，有那么厉害吗？长得比较高，长得比较高，不行。哦，因为他比较高，因为呢这个鹤立鸡群啊，所以就多看一眼。大家，我最近又长高2公分了。真的啊？你现在已经多少公分了？我想想看，171了。171了。那这样说起来，那个要更要吸引人家多看两眼。那我们这种还活不到165的，活在世界上干什么呢？不是活不到165，还长不到165。不是我预计啊，我预计将来也不会再有再长几公分了。行，你可以走了。你有比我高吗？好，我来请教一下你啊，你是不是那个因为你不太很自恋，而听说你不太容易拒绝别人啊，心地很善良，所以一般男士呢对你的追求，你都会毫不客气，全部照单全收。没有，没有啊，还都是拒人千里之外。我妹妹会帮我挡。哦，你妹妹还有我弟弟。哦，真的，要追求你呢，你就把你妹你弟弟推销出去了。对。啊，那以前我就是宣传带我的时候，我就帮宣传介绍，然后宣传每一个人都交了很多男朋友。好，那你有没有想过你自己本身啊，你最喜欢的这个男朋友，心中的偶像或者这个男伴应该是怎么样，具备什么样条件？我觉得身高不是问题耶。啊，身高不是问题，小董也可以吗？那菜头啊，小亮哥不要。那你自己长身高不是问题啊？长相有关系吗？我是说身高比较不是问题，最主要是可以沟通这样子。哦，啊，是这样吗？对不对哈？那女生都这样，对。你看没有人有反应。我们要求的也不是说
就是身高也没有什么的，体重啊各方面。小组是有机会了，你等一下录完你干什么？回家。回家。我妈妈煮好饭了。那她有那我。我们一块去吃饭好了。你教我去干嘛？你别去就好了。你陪他妈妈，要不然怎么可能？这种要求不算太过分。来，看以前到底是怎么样说他自己男朋友需要什么条件？来，请。我觉得，就找的对象大部分都是找内心的，比较有爱心的人。嗯嗯。铺桥造路啊。身高要180。身高必须180。不过说真的，你是需要一个非常强而有力的男士来保护你。方杰看起来非常的茁壮，非常的健康，其实好像你身体并不是很，好像蛮虚的，是不是？我身体是比较虚弱，比较虚弱。小时候，然后经常就上课上一半就送医院了。嗯，尤其这个之后我是打球才让自己健康的。啊，有健康起来啊。嗯。你后来很健康吗？还好。对啊。现在的身体是不是完全康复？还是说遇到天气稍微温差大一点，还是会有影响？会。会影响。会吗？那你马上就影响了。天气的变化一大，不要故作这个云淡云轻，大家很疼爱你。其实方继伟的身体现在是相当不错了。来，看他自己怎么说的。只是胖一点而已。我是耐低温嘛，我是耐低温嘛，所以我穿少没关系，穿少没关系。跟他自己讲的不一样，他说他的天气变化，他立刻就不舒服。没有，方继伟跟我在冬季时候还到哈尔滨出过外景，那的确是冷得不得了。他没事，他照样拍了 MTV 啊，我们全场每个人都生病打哈欠的，就他没事。所以平常他是蛮耐低温的。那时候比较健康。哦，那时候比较健康，比较健康。对，现在比较不健康。现在啊。啊。不是说已经运动茁壮起来了吗？有慢慢茁壮啊，没有那么快啊，新陈代谢。你看这个双鱼座这个个性啊，变来变去的，不知道怎么回事，还会吹牛。那双鱼座还有哪些缺点？你自己缺点就是太完美，太完美，太完美了啊！才刚讲完吹牛，有这个缺点，马上就没有一点缺点都没有啊？有好多缺点，说说看哪些缺点？真太完美。太爱干净，我有洁癖啊，方俊有洁癖。来，我来看看自己怎么样自白的。来，因为我认识的方俊伟啊，我真的不晓得怎么说他。最重要是有一个很大的缺点，就是只要他走过的地方呢，就会很乱很乱，尤其是他的房间，因为他认为自己是学艺术的，所以应该乱得有艺术。走到哪里呢就乱到哪里啊，的确学艺术的，哎，好像那个垃圾车啊，走过去没有收干净的，意思是我垃圾车坏掉垃圾车啊，那更严重了，还在掉出来。后来就知道你本身是学这个美工设计，而且很会画漫画，跟你画漫画你就画一个做你的像签名一样的，画一坨那个，那是什么意思？为什么要画那个呢？其实那个就证据嘛。哦，证据，证据表示我画的，那只要课桌椅上面或者我走过去墙壁，可能都会留下来。哦，直接用画的，那会不干脆留实物做纪念哦？用画的啦，比较好的。好，好，我就会画一个八哥。哎，讲到八哥自己也是这个念美工方面，我从来没有画那一坨便便来做，啊，都用实物来做啊。好，谢谢表姐，方继伟到我们节目当中来。谢谢。我们这边呢，准备那个小礼物送你，因为我们都知道你非常的自恋，自恋需要照镜子，希望你好好照一照。我们希望你给我，真的，对，希望你照久了之后呢，把你的腿能照直一点。每天早上拿魔镜，这个世界上谁最漂亮？谁的腿最直呢？方继伟。好，谢谢方继伟，谢谢。